大利籍騎師沈拿今季贏了兩場頭馬啦，開季成績相當理想。就連仍然未開齋的南非練馬師霍利時，都要揾佢幫下手，佔一佔啲旺氣啊嘛。星期三的谷草夜馬，兩人就合作了三匹馬，包括第二場四班1650米的情趣，第四場四班1200米的上部先鋒，以及第六場三班1800米的黃龍司令。星期一上述三匹霍利時的戰馬，全部都交俾沈拿親自大圈跑道度認真考驗。霍利時全程跟到足啦，能人收工更加同沈拿飛機坪嗰度密針啊，差唔多5分鐘咁多。其中第六場的黃龍司令今季就大有進步噶。9月10日先嚟第1200米大集，在蔡明兆跨下末段認真考驗下，只馬隨即湧上，反應幾好噶。呢匹馬隨時有機會為霍利時打開今季勝利之門嘅。全新苹果马网五大赢马武器缺一不可 ，Fact Check 马圈资讯，齐上齐落 ，Full Gear 送上。苹果马网反对通知书，有料一定赢。